跑男二录制至今，范冰冰、黄晓明、吴奇隆、陈乔恩等众多大腕都放下身段来互撕。在最新一期的录制中，首都迎来了超强后宫娘子军嘉宾，他们是蔡少芬、蒋欣、霍思燕、李彩桦、蒋怡燕。蒋欣、蔡少芬、霍思燕都在各自微博晒出身着跑男二战袍的照片。据悉，娘子军与跑男一一配对，上演前无古人的双人撕名牌大战。霍思燕的搭档是大黑牛李晨，蔡少芬的搭档是王祖蓝。蒋欣已与陈赫配对，她还特地对陈赫的腰说抱歉，因为她自黑是现场最胖的女嘉宾。后宫娘子军在撕名牌中真的好拼。蔡少芬晒出自己手臂、肩膀、膝盖上的淤青、抓痕和破皮，直叹原来跑也会受重伤，表面的伤还不算什么，内伤更枯叶。娘子军撕名牌上瘾，在休息间隙也停不下来，五个人一字排开互撕身旁人的名牌，战况之激烈完全不逊于正式的录制。当然也有个别 PK 的，华妃蒋欣和皇后蔡少芬就上演贴身肉搏，到底谁赢了呢？夜思睿新闻中心上海报道。